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今天是12月10号，世界人权日。非常可惜，今天没有办法，在那里和大家一起聚在一起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些我的心得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，我们都有权利呼吸到空气，我们都有权利感受到爱，找到幸福。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我们不见得会理解，但是身为在地球上的人类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着一种爱自己、爱别人、祝福别人，也能得到幸福，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祝福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我认为勇敢去爱的人应该得到祝福，因为爱它就是爱，爱应该要被平等对待与不被歧视。而在场的各位，我相信你们不会放弃，因为只有爱终将能获得胜利。加油 Love and Peace。 嗨，我是苏打绿的清风。我是苏打绿的嘉凯。首先呢，要很谢谢今天为了你所关心的人，或是为了你自己支持的议题而站出来的人。结不结婚是你的自由，其实我们管不到你，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利却是生而为人应该要有的。所以你是不是很想拥有这个权利？毕竟你当初对我那么有意思。对啊，早知道如果早一点有这个权利，我就可以结，我就可以娶你，你就可以娶我了。还好我当时逃过一劫啊！但我觉得你讲正经的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嘉凯。但是我觉得呢，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，其实最缺乏以及最需要的，不是任何选择的立场，或者是任何对错的评断，而是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颗平视心，包括支持这个议题的人，不要以一己为恶，就是不要当别人不支持这个议题，你就非得要去攻击别人不可，而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跟生命的体验。那我也希望反对这个议题的人能够有一颗平视心，来想想为什么这些人会需要这样的议题。那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有更多的平视心的话，其实每个人的权利跟每个人所想要拥有的才会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就希望大家再加油一下，然后我们都支持婚姻平权。爱不分性别，爱不必曲解，爱也不应有歧视，请一起争取同志到老有一的权利。我是唐丽琪，我支持婚姻平权。大家好，我正在自拍，在这边呢要祝福大家呢，为了自己的幸福努力，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，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大家好，我知道今天大家都在为真爱的权益在努力，我相信你们这股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一定会被大家看到，而你们为爱捍卫的声音会被大家听得见。大家一起加油，我在这边支持大家。